蟹妹妹，什么子弹最稀有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吃鸡里的子弹有常见的，也有稀有的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蟹妹妹最稀有的三种子弹。捡到第一绝对是运气爆棚。第三名，马格南。马格南是 AWM 的专属子弹，而 AWM 是只在空投才会刷新的武器。它本身弹匣自带5发子弹，再加上20发备弹，一共有25发子弹。所以在游戏里，马格南是非常稀有的，每一发都弥足珍贵。第二名，点五零 BMG 子弹。点五零 BMG 子弹是 AMR 的专属子弹，它的子弹就更少了。一把 AMR 一共只刷10发子弹，所以很多时候玩家即使在空投看见 AMR 也不想捡，毕竟子弹太少，容错率太低了。而且它是栓狙，用得好的人不多。点五零 BMG 是比马格南还要稀有的子弹。第一名，信号弹。信号弹是信号枪的专属子弹，每一把信号枪只刷一发信号弹。我们在游戏里能看见一把信号枪已经很难得了，如果一局能捡个几把，见到几发信号弹，那绝对可以去买彩票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见哦。